真的很重，它这个哇，头有点破掉，非常的多层。大陆大妈团，超好吃的，真的假的？10块吧，不然也太俗了吧？一片薯饼5块，5块就是早餐店赚太大了，是不是？大家好，我是奇王美小吴，悠悠，我们今天要干嘛嘞？小吴要带你来试吃好事多隐藏美食。网络上那么多人试吃过，你拍这个干嘛？真的好吃才会拿出来给你们吃啊！天哪，发胖了！红豆玛吉奶油酥，上个礼拜的时候我去试吃，然后他就你说像大妈排队试吃，对，我就排在大概第16个，我就拿一个来吃。原本只想说，就是试试一下，对，真的想吃咸的，想要吃什么鸡腿之类，就吃咸，硬吃一下，就一吃真的是惊为天人，拿起来其实蛮重的，拿来看。我觉得 CP 值感觉是很高的，因为它蛮大的。有看到有切面吗？看起来料很少，又其实是蛮多的。哎，真的，哎，好好吃哎！我本身不喜欢吃很干的东西，可是它这个马蹄真的是恰到好处。它的马蹄超级厚，完全不甜。你看看，好烂啊！原本以为拉很长就还好。你看，你陪哎干嘛？小吴超爱吃苹果派，当初其实这个已经出了好一阵子，它真的很重，它这个哇，头有点破掉，很划算，而且它一块苹果都超级无敌大块，这个才239哎，拿起来长这样子，你们看看啊，哇，你这样对的吗？这个还小，你不要偷吃好不好？就是甜中带一点酸，不会说就是很无趣苹果这样，打眼猫咪无趣苹果，无趣苹果。刚发点状况，车祸现场。你看它苹果是非常真材实料，就像是我妈切出来的苹果。试试看。OK。哎，给点反应啊！酸中有带一点点那个甘味。甘味，人参味，人参。它真的每一个都是苹果，整颗苹果哎！你看，你看 ，CP 值非常的高。买苹果都不值这些钱。哎，真的耶！我跟你讲，这个刚刚一买回来，他们就直接说这看起来好好吃，看起来好好吃。然后去买的时候，我们就在那边挑，欧巴桑就围过来，这是阿姨什么欧巴桑，人家还帮你。阿姨，美魔女姐姐们就围过来，就说哦，这个很好吃。他是野餐的时候，不是一人带一样东西吗？哇，这秀出来，带这个去，不得了，超有面子。它已经加热过，它起司已经融化，它牛肉非常非常的多层。大陆大妈团，超好吃的，真的假的？它牛肉不出来哎，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哎。他在气什么？也是很多。美国我们的耶，我本身喜欢吃起司，起司到 7 买或者去哪里买都很贵。我发现有一款这个牌子，噔噔，因为像好事多自家品牌，它就是更多，可能只有100多片，这是只有72片，72片就是一个好像吃得完的数字，还会再上分装。王美手，起司也要王美手，这个真的很便宜，这样除下来一片好像只要5块，是的，每一片都是独立包装，起司碰了天堂。接下来我介绍的东西也是我一买回来，两位就立马失控，噔噔，薯饼，你知道现在麦当劳一片薯饼多少？我还真的不知道，涨到30块，三十，你是不知道，你不知道吗？30太贵了，麦当劳薯饼现在一片30，这样子20片，猜多少钱？一片多少钱？10块应该有吧，应该10块吧，不然也太俗了吧。一片薯饼5块，5块就是，它一盒只要107，5块，5.2块，早餐店也赚太大了，是不是？家庭主妇的好帮手，秘传烧肉酱，个人是个非常爱吃酱的，罐是179块，我觉得很便宜，便宜耶，那么大罐，是那种日式烧肉酱，这我还真的没吃过，拜托，很少人知道，它有点像是猪排冻饭那种酱，它有点像烤肉酱，很好吃，有点甜甜咸咸，我觉得沾很多都好吃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吃几罐，你可以看到我的帅哥快没了，再来就是我们的压轴，好事多还有出日系的拉面耶，真的很夸张，Oh my god，他买的很漂亮，像这什么一篮拉面那种感觉，日式味噌叉烧拉面，可以这样拆开，上面的料是已经熟的了，可是下面的面是生的，然后去煮，因为它价钱其实我觉得不到非常亲民，我就要犹豫要不要买。工作人员厨师他站在旁边，他要说这个很好吃，这个好，员工推。是2碗的分量，一个肉已经沉下去了。去哪里喝？半熟那一种，这日式拉面是不能喝汤的，太浓太咸了。它的汤头刚刚好，这也是可以喝的，它很好喝。但是我刚才要先喝3口，你已经没有汤了耶，你已经干面了。不喝汤，不喝汤的人都觉得非常 OK。真的假的？不喝汤，不喝汤，阿乐师傅又哭了，大头包想说。以上就是小吴推荐的好事多隐藏版美食，是不是真的很厉害？真的，我还以为被骗来吃的。是，你知道吗？刚刚我们在休息时间，我们的烧肉酱是大受好评。哦，真的很好吃，是不是？快把番茄酱好像丢掉，不好吃，超好吃。沾烧肉酱就好了，泼了就很多人去买。买不到怎么办？其实我后面买了5瓶。
喜欢的话，就在我们下面留言、分享、按赞还有追踪哦。下次见喽，拜拜。是也不用丢掉了，给番茄酱一点尊重。是很刚硬的，对，刚硬。哪里融化了？自己吃掉一个，你有发现吗？他刚刚原本拿起来，我以为他拿给我吃，他就说：“你看那个起司。”